家好，我是咪咪，我是小小，我是小咪，我是 Jason， 欢迎大家收看 Mom TV。就先存钱啊，想办法多存一些奶粉钱、尿布钱。那我觉得最大的准备就是我的两个小宝宝，现在每天都会亲妈妈的肚子，因为他们很期待有一个小生命出现。所以我们会一直跟两个 baby 说啊，你们会有一个小 baby 出来，那以后就麻烦你照顾他们哦。然后他们现在都还蛮开心的，很期待，我们全家都很期待这个小生命出现。我觉得我们教养的方式就是一样，希望他们在小朋友儿时的时候呢是充满的爱，然后不需要在学校里面成绩顶好，但也不要最差，但是希望他们就是在很健全、充满爱、充满欢乐的童年当中成长，我相信长大就不会太过于偏差。我只有一首歌送给我老婆，妈妈，妈妈，我爱你，送你一朵康乃馨。全天下的妈妈们都非常的辛苦，劳苦功高，然后无条件的付出。就像现在录影的时候，小朋友要尿尿，妈妈就会想办法掐住他的膀胱，不让他尿出来，或是想办法送他到厕所里面，让他可以上厕所。妈妈是全年无休，所以你们真的辛苦了。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Happy Mother's Day。我觉得自从当妈妈以后，你才会真正体会到当妈妈有多辛苦，然后真的当妈妈以后才会觉得我真的很爱我的妈妈，以前也很爱啦，但是现在更爱，而且我的婆婆也很辛苦，姐姐也都很辛苦，那真的很爱你们，祝你们母亲节快乐。爸爸，我爱你，一朵康乃馨。哇，真的好棒哦，这么厉害，哇。大家好，我是廖佳怡，欢迎收看 Mom TV。 讲话就是呢，每一胎都要很认真的去准备，因为三胎呢都是神圣的礼物。那如果真话呢，是你大概只能准备第一胎，后面两胎你没时间了，没空。因为其实三胎很开心，我觉得很谢谢上天送给我三个小宝贝。那但是其实三个一起来的时候呢，我朋友讲得很好，他说睡觉的时候呢，很想再给他生88个，但是醒来之后呢，很想一掌扒下去。这就是三个的差别，但是都很可爱啦，乖的时候。当妈妈之前呢，其实最会跟我吵架的人就是我妈。当了妈之后呢，跟我最好的人也是我妈。因为如果没有我妈的话，我看我可能不敢生第二个、第三个。所以妈，谢谢你。对自己已经没什么话好喊了，因为每天都在喊小孩，已经喊过头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天底下的妈妈真的都很伟大。那我自己当了妈之后才发现说，原来妈妈是这样子，就是不辞辛苦的把我们带大，然后真的有时候带三个小孩，自己都没有时间吃饭，而且没有自己的生活。那我们现在还可以请人家帮忙什么，但是以前妈妈的年代真的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一句肺腑之言，各位天下伟大的妈妈，你们真的辛苦了，要多爱妈妈一点，要孝顺妈妈，趁妈妈在的时候好好做一个孝顺女儿，不要跟妈妈吵架，因为我就是吵架的那一个。因为现在我女儿跟我顶嘴，我都会哭。她才2岁耶，妈，对不起，我不会再跟你吵架了，至少现在不会。谢谢妈妈。大家好，我是 Vicky， 我是宁宁。大家好，我是屈中恒。大家好，我是亮亮。大家好，我是小妹。大家好，我是妍妍。欢迎大家收看 Mom TV。生活方式当然就是非常的忙碌，不停的忙碌。然后每个小孩其实虽然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成长，但是每个小孩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姐姐跟妹妹只有生日只有差，就是
隔一天就是差一天同一个星座，但是整个个性什么的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有四个小孩，当然是跟一个两个不一样的。对啊，那个还好的就是我们前三胎的这个他们年龄差距是稍微近一点点啊、哦、等于是说还是比较好带。那老四就差比较多了，老四差老三有七岁啊，差老大有十一岁半，所以说这个他以后会比较辛苦，比较孤单一点吧。但是出去玩也是啊，你变得出去玩之后要分两台计程车那以前我可以一打三，一个带三个，现在变成要一个带四个的话，对我来讲现在会有一点点难度了，但我会加油差好多好因为有小孩之后你凡事就是以小孩为主，那你其实单身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为中心，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然后自己要出去就出去，然后现在不一样啊，都以小孩为主，小孩想干嘛，想吃什么，想去哪里呀、啊、然后就是会以小孩为主这样子，对不对？对啊，以前是一个人的话，一个人少了很多应酬，是，那当然是这个一些应酬啊或者是一些交际啊可能就会相对的少了很多。对，然后就算是有时间可能自己也懒得去了，可能家庭生活习惯了吧。那以前一个人饱就饱了，对不对？现在是一家六口，他的 担子更重了。对，然后五个人吃饱了，可能我自己还没吃饱母亲节快乐，然后辛苦了，那个手机还给我。对对辛苦了。 That's it 你要讲什么、嗯、晚上可以跟你睡吗？是不是妈妈爱你，我也爱你我觉得妈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而且全年无休，然后你生病也不能请假，然后你要做什么，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辛苦，然后是一个但是很值得的工作，因为你看着小孩健康快乐的成长，其实就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了。所以我要在这里祝全天下伟大的母亲，母亲节快乐。